乜用贵喎？过面你咩膜咩膜咩膜啦？生咩膜？都系假假膜。过面你。大一新生，然后呢，他们需要到社区来做服务学习。那我跟你们社区其实有很深的那个缘分，所以我们就把小朋友带来这。那今天我们的活动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游戏，就是要跟老人家要相见欢，然后要送见面。那我就跟小朋友说，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习俗是亲亲礼重。好，那老人家呢，如果能够有这收到你的这个小小的礼物，他一定会很开心。那其中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啊，他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礼物，然后有一天就跑来跟我说：“老师，告诉你，我想到一个很好的礼物要送给阿妈。”那我说：“啊什么？”他说：“面膜啊，阿妈一定没有敷过面膜，他一定会觉得这个东西很……”